有天我睡醒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，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。可当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，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。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，可现在让我感觉像难距离的初恋。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，只不成老天没能看到给你的疯癫。还想着主动的宇宙，但现在已经不相同。你让我整个人都冰冻，那怎么再次为你心动？为何你不是你的意愿，离开我发现起点，能让我看到天堂画面，谁让你最终让我疯癫。进入你的世界，什么说法都不安逸，但是不想去忘记。